你是酒驾呀？我啊，蛮不错哦。你无拿准着？你爱就你怕我。109年12月19日早上6:54，南清级渔船进港时，由安检人员发动检查，缉获一名通缉犯。全案于7:28与警察单位共同核对人员身份后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。